松山医院急诊室门口的救护车多得不得了，一部两部三部四部五部六部七部八部九部十部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从来没看到介许多救命车停来，一共有得十五部救命车，救命车里向都不好调头了，出来都堵牢了，救命车都堵牢了，有得十五六部送急诊病人来的，上海情况不容乐观。